回来正好又挑到领子这儿了啊，挑到领子这儿，前40针是我们后片的一半的针数，剩下的这个针数就是袖子的针数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正好线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把后片的领窝，稍微就是右边这个领窝两行给它直接就留出来了。就按这个引反针的方法，我们给它留出这个小领窝来，做两次引反就行。我们就直接织后领子，织2针，完了翻回来。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引反针的方法啊，翻回来以后，我们正好织到肩部的第一个引反。再翻回来，这是刚才我们做那个后领的这2针，把这个挑过来，再织2针，这样，再翻回来。把这引反针织完，再织到第二个引反，再翻回去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边就不要再织了。等到把这边左边挑起来以后，把这边留一小领窝，最后我们后片就整个织了。这个我让你看一下，看这个小领窝这儿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这边就不要再织了，留着，留着以后呢，等着我们这边左边这肩部筋织完以后挑起来。